的第一餐。我们在等下一班车。我们的房间。灯。两张小床。慢的楼梯，我觉得爱丁堡好多楼梯哦。训练你的提臀。没错没错，来开始走，走起。看日出了，外面好黑哦。又回到了剑桥的那一天，真的。又回到剑桥那一天。要回去吃早餐啊，快冷死！要回去吃早餐吗？Thank you.
爬山，噔噔噔，正式开始爬山。我们在爬坡。上去特别近，现在我们两个在那边飓风，我们已经登顶了。Thank you.